嗨，大家现场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真菱，我在《通灵少女二》里面饰演的是詹小彤。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雅珍，我是郭书瑶。Hello， 我是 Jessica Kim， 刚回应是 HBO Asia 的，就是影业部的中心副总裁。Hello，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少勋，我在《通灵少女二》里面饰演张宇轩，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冰淇淋王。在这个《通灵少女二》呢，我是演谢雅珍的妈妈，大家好，我下午好，恭喜哦。嗨，大家好，辛苦了。台湾人一打招呼。访谈，我们先问一下 Jessica，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我们 HBO Asia 决定要来拍第二季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有什么原因可以不拍？我看了，其实一二集的初剪的时候，就是第一季度的初剪的时候，已经决定，就是我自己已经觉得需要拍续集。那后来当然有其他的东西认证，比如说有一些票房不是票房，就是收视率啊，那收视率的成绩非常之好，就是一周比一周的就这样增加下去，直到现实为止哈、啊。通灵少女是我们原创剧的最高的收视率，哇，两周原创剧的最高收视率。这个几部还没播的哈，其他所有的原创剧还没播的有几部。那其他呢？当然也有看到我们在就是social media 在网上的一些反应都非常好啊。当时的通灵少女这个好像是这个所说的这个词已经是头三位好像。那所以这个网民的反应的热度非常高。然后我们的 affiliate 就是我们的一些系统的业者的反应也是很好，这个不只是在台湾，也在其他的不同的地区的反应都很好，特别在那些华语的地区。那综合几方面的就是业务上的原因，还有观众的热情的反应，所以这个续集这个决定绝对不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哇，就是票房就是保证啊，票房自己会说话。好，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郭书瑶，问一下小珍，你觉得小珍妈妈？就我知道我在那边，谢谢你。你觉得小珍妈妈给的这种母爱，还有金老师给的父爱，你觉得差异在哪边？你有想过，就是第二集会是妈妈角色出来之类的吗？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曾经在拍第二季之前，有做梦梦到过彩花姐是在戏里演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戏，只是我有梦到这个情节。天哪！就是我有跟彩花姐合作，这样。你也通灵了就对了。他应该通灵还是通灵吧？对啊。预知梦。那在梦中就是真的合作，那现实当中合作，你会不会觉得，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非常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彩花姐的个性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想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妈妈，就很开明啊，然后很开心、很活泼，然后非常非常照顾人这样子，然后也很会引导、很会开导大家。那像金老师给的父爱呢？你会觉得爸爸会比较严厉之类的吗？老师会比较严厉吗？对，爸爸有点机车，是因为陈老师今天现在不在现场吗？所以我们现在连大四的展演，没有，我觉得爸爸因为相较之下，男生比较不会去表达，然后或者他们的表达方式会让我们不太能明白，对，可是还是会觉得心暖暖。如果当他们表达的时候，对你感受到，你会觉得那个温暖度是更强烈的。对，就是像传统的爸爸的感觉，不太会说，但是会一直做。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我们的台湾冰淇部，我们的彩花姐，谢谢彩花姐，就是这次是饰演小珍的妈妈嘛？是。那如果说真的有女儿，是这样带有天命的话，你会怎么样看待，或是怎么样帮助女儿呢？
会觉得自己的女儿这样会很辛苦，对，就是要还要读书，然后呢就是还要照顾一些无形的众生，还要帮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他很辛苦，我会舍不得啊，对，但是如果他可以付出更多的爱，帮助更多更多需要帮助的，不然不管是有形的或无形的，都是一切都是众生，我觉得这种爱是非常的大，虽然有点舍不得付出这个能量跟这个爱给所有需要的人。哇，感觉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耶。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真的蛮重要的。我两个女儿嘛，一个高二，一个国三。那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的就是已经少女了。对对对。对，有时候呢，举例我去她房间，我都直接门开了就进去了，都没有先敲门，然后都好像不管她的隐私这样子。然后瑶就跟我讲说：“你看看那个，要敲门啦。”对对对，伊讲我爱敲门，我讲。为什么都爱敲门？家己人，对自己的妈妈。对啊。但是瑶说不行，就是也要有自己给小孩小孩一点空间啦。对。所以我现在进去，我也有敲门。敲，敲，我就开门。就慢慢。同时，我也在学习当一个妈妈，所以呢，就是非常谢谢这样的相处，这一出好戏，这样子可以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谢谢，今天回去尽量梦吧。先开一下，对，通一下，对对，就是很有，因为不知道看到她就像自己的女儿这种，我觉得累生累世一定有这样的姻缘，今生今世才可以演母女，对不对？哦，我相信，而且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吗？哪哪个部分，妈妈？照片啊，有，其实真的蛮像的。我觉得选角真的选得非常非常棒，角度对，真的蛮像的。对，太帅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要问一下三位喽，包括我们的舒瑶，还有甄宁跟少勋，三位是第一次一起合作吗？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合作的感觉。我们先问一下舒瑶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合作的感觉，就是整个第二季我收获很大，就是我人生中遇到了我的灵魂伴侣，然后也遇到了我的救命恩人，就是新加入的两位新朋友。对，因为其实我跟甄宁之前有合作过，对，可是这一次我觉得跟他合作完之后，他真的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因为我们一起上山下海，然后有经历过了。我觉得快要到了濒临死亡的那种感受，这么可怕。对，我们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因为有需求我们要去湖里面，但那天寒流对不对，然后很冷，冷到我们两个真的已经失温。他因为护理师是不是有讲说我们可以随时送医院的那种，因为他说准备好那个可能要准备救护车，我们俩可能随时会因为失温所以要送医院。天哪。对，可是在那个湖里面我根本没办法 cover 我自己，他还来 cover 我，所以我觉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对，因为我其实水性没有非常好，我以前是怕水的。对，那他水性还蛮好，所以他就会尽可能的 cover 我，就一卡他就会过来抱我这样子。哇，好感动。对，所以我就遇到了救命的人。然后再我说他是我的灵魂伴侣，是因为我们的默契在表演上非常好。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双关语，大家看第二集就会知道为什么。那好像就必须要我看完之后会跟你讲。对啊，要来看一下。好，那我们也问一下甄宁，跟大家分享一下跟舒瑶啊，还有跟我们这次男主角合作的一些事情，好不好？因为其实我跟少勋对到的戏份算是比较少的，但是我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然后笑起来非常好看的男孩，然后他在里面有非常多突破的表现，因为有太多东西。不要再夸他了。不好意思。到此为止。我好想看哦。他已经笑到牙齿都快掉下来。然后我跟舒瑶其实认识应该有
5年，可能5年以上。然后我们在第一次刚认识的时候，其实感情非常的好。那这一次合作很不同的感觉，是因为我其实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阿边，就是边缘人，然后很不会被大家注意到，是一个边边的小人物，但是很想要跟大家在一起成为朋友。然后看着小珍的给人的感觉那么的真诚，会很想要靠近他。然后我觉得在看郭书豪在现场的每一天，其实会觉得他基本上是跟角色融为一体。然后看到这一幕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本身是《通灵少女》第一季的粉丝，就是我是通粉，所以当在现场每天看到谢雅珍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感动。哇，那我们接下来请少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因为我也是通粉，第一季的通粉，然后第二季加入的时候，就是很谢谢里面的学长姐，就是话剧社的其他演员，他们真的是我的学长，一进去就先拜码头，跟他们好好问好一下这样。然后因为真的跟在戏里面跟温的戏份不多，但是我们找到一个我们非常好的乐趣，就是我们私底下会打一些电动，对，就是培养默契，或者是蛮有趣的地方。那跟姚就像刚刚姚说的是。真的很像灵魂伴，就是我觉得很幸运是进到一个剧组这么快的时间可以找到这么对频的演员，是很珍贵的，我觉得很难得的。相处很快乐。相处很快乐，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好，还不错啊。是非常不错。好，是好，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都会，我们到现在，我们上个月才约大家一起出来吃饭。哇！几乎每一段时间就会大家约出来吃饭。那这样真的算是感情很好非常好。对啊。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要再回到我们的 Jessica， 想问一下，就是 HBO Asia 目前有非常多的原创作品，那接下来在台湾还有没有其他的计划呢？广告时间啊，那在台湾是公布了，我们有一个叫《恋梦特工》的项目，那已经是到后期了，应该是明年年初可以跟大家见面。那个是一个科幻片，另外有个《戒指流浪记》正在拍摄当中，你们坐地铁的时候可能会捷运站会看到他们拍摄的情况。那正在拍摄中，也很快结束拍摄，也是明年跟大家见面。那这两个项目都在台湾已经公布了，那也有一些跟公司那边啊，跟其他合作伙伴也在讨论一些项目，希望我们继续在这边会做一些不同的原创剧。那在新加坡那边拍了一部叫《Invincible Stories》，是隐匿人生。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跟我们与恶的距离有点像的社会现实题材的一些剧，那也是准备应该明年年初会播放，或者就今年年底。还有一部叫《Food Law》，那个叫《点石成金》，食物的食，是八个国家八个导演以美食为主题来去做一些讲一些很感人的故事的一个剧，那个大概。通灵之后11月都会上映，那这些我希望都是给观众有不同类型、不同的一些感动。那我们相信大家也都与我们相当的期待。好，那我们再给呢我们5位一点掌声好不好？那我们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先收麦，那就再进行拍照。好，来，接下来看一下正中间。好，有拍到吗 ？Big smile， 耶！好，那左手边我们确认一下，我们的摄影朋友们都有捕捉到他们要的画面。好，这边，好，一样再帮我看一下正中间，谢谢。好，来左手边也看一下哦，左手边，谢谢。好，中间这边看一下。好，中间。好，左边。再一下。好，中间再一下，谢谢。好，都有捕捉到画面了吗？是公主吗？是。像同学会还是？
好，三位这边。来，三位请帮忙，先看一下正中间，谢谢。好，还有左手边。这边。来，三位右边。好，来，先从最左边，然后中间、右边，像我们都有看到哈。来，最左边，最左边，一起帮我们看最左边，谢谢。来，左边，帮我们看一下左边，谢谢。好，还有中间哦，中间。好，这边。好，都有看到吗？好。好。最前方这边。好，最前方。好，再次确认一下，都捕捉到画面了吗？好，我们先单拍稍待一下下。好，最左边来，谢谢。好，最左边。好，正中间，正中间。好，然后右边。好，后视镜换一下。好，后视镜换一下，帮我们看一下右边，谢谢。然后右边，好，谢谢你，谢谢。好，都有捕捉到了吗？左边看一下。好，左边，左边看一下，谢谢。好。对对。好。中间，中间，中间。好，这里，谢谢。好，还有右边。好，先帮我看一下正中间，谢谢。好，还有左手边，左手边，谢谢。来右边，好，还有右手边，右手边，谢谢。好，中间这边。好，还有正中间。好，确认一下都捕捉到了吗？好，那后面一点，可以往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对对对，好。好，这里谢谢。没事 ，OK。来右边，好，在中间。右边，谢谢。左右部分。来右边，好，右边，谢谢。来左边看一下。好，中间。好，来在中间，谢谢。好，麻烦，谢谢。来右边，再来一下。好，还有左手边，左手边不行，还在拍哦，谢谢。OK 吗？好，那我们。来左手边看一下啊。好，两位这边谢谢。好，来正中间。这边这边。